谁？原来是你们二人来了。真是我们二人来了。来了就来了吧。妈妈，今日到此不同往日，我们替你找了一位财神爷来了。啊，财神爷！快快有请王师兄。王师兄。妈妈，他是满腹风采，出口成章。哦，是位书生。看啥？是两年前听家在八班。啊，是位公子啊，你被接亲。好，妈妈，他就是大名鼎鼎、有才有势、满清王上世家的三公子王金龙四爷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原来是贵姓公子家中啊，正是上等酒席为贵客接风。晓得，准备酒宴。妈妈不必客气，小生这厢有礼了。王师兄，他是冷场呀，你宝儿，你想他。呀，公子，请走，请走。这里谁先结婚了没？健康啊！妈妈。王公子可是慕苏珊之名而来的。啊，了解苏珊。满清王三公子驾到，岂能不见？应该见，应该见。不过，不过怎样啊？苏珊她真有病。哦，既是有病，那就改日再来吧。妈妈，你在耍什么花招啊？满清王三公子还会杀了你？这个吗？那好，我进去看看，要是他能出来见客，那是你们的勇气，也是你的勇气。二位师兄，今日苏珊姑娘有病，我们不能使妈妈为难，来日方长再来就是。王师兄，哪里是苏珊有病，是妈妈有病哦。妈妈有病？她刚才不是说有说有笑，真说有病啊？她生的是人之病。哦，原来是此。二位师兄，妈妈是此弄巧，想着苏珊姑娘一定是舍你上见了。王师兄，苏珊姑娘身堂啊，惊动民间才人家，三九成语落叶涌，八月絮。
娘放命。苏珊，对，是叫苏珊，是叫苏珊，我已经知道了，今日就是慕名而来的呀。暖身。
想不到，怀了。
去台湾里面。哎呀呀！
呀呀，这可是三千常年美的心爱之物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奇迹东西，万分什么礼物？王金龙实在是受之有愧。只要公子非王等的之事，不妨我送上一片此情。一句思念，四字多情伤情。苏珊，苏珊，今天本是你满月之日，你怎么忘了先去进香啊？轿子已在门外等候，公子要回做暖气，没有村子。我正好趁出门烧香之日，先去向员外姐妹相见一面。妈妈，我这就去。好，十里，十里，快陪你姐姐先去进香玩哟啊！是，姐姐，我们去吧。十里，公子。我去去修来哎妈妈，奶奶，什么？银子呀！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，银子家里就会寄来的。我现在就要。现在没有。没有，没有，你就与我走。走，就是要走，也要等三姐回来。没有银子嘛，有什么三姐四姐？你走不走？不走，我就要干了。哎，你叫我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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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哎呀，王公子啊，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嘛，我知道王公子多的是钱。啊，这是苏珊的水色，好啊，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妈妈不竟敢偷我姑娘的水色，你我滚！哎呦，滚！哎呦，滚！是。调虎离山妙计用，赶走穷鬼王金龙，苏珊再把客来接。老娘一下叫好啊哟！山犯香托高，据我要将三郎召。
事打破天下敲寻刀，我急忙到来城院来把信报。怎么样了？还以
情人在哪里呀？他呀，他是那一位王爷府里。王爷府里，公子从未我失去，在京都有一位做王爷的亲戚。第七，这位王爷，三姑娘你也知道。痛啊！
家去矣。
我囊中思绪独身难安，一生褴褛无闻芳，我白天漂白衣Bye.
想到这些人俩曾与公子作为路费，吕子正三节相助，是王金龙命官为父，苏三必无他计，这有一死三姐放心，我王金龙无不聪明。公子，
为玉堂陈所生。
沈老头子回来了。是啊，你带了个妓女玉堂春回来。你玩吃醋啊？哎呀，吃什么醋啊？分明是家中又多了一个眼中之钉。既是眼中钉，何不怕官情？此话真假？我有妙计。哦，你快说来。我们先下到海市盛宴里。海市盛宴里，再叫这谁名太监玉堂春。太监玉堂春，岂不是一箭射三雕？一箭射三雕，又是眼中钉。我们就可永做夫妻，白头到老。永做夫妻，白头到老。这话倒也难听。有一下手，我到洪洞岳衙门先去买通官府。杨玉面端起大衣去。是。大爷，大娘替你多来了杨玉面。我家大娘，哎，真爷味啊！嘿嘿嘿，玉堂春，你也吃一点吧。我不吃。哎呀，味道不臭，那你少吃一点。玉堂春，你到我真的要到南京，嘿嘿，去找那王公子吗？难道你是骗我？玉堂春，我与你结识了吧？
小委屈难不灵。你咋屋里去呀人我一张张子进呀门。三十六夫居要命谁不知我心里我困你高来高去高去高来高不飞。要当吹你还是中了我吧，来来，哎呀来呀，哎呦热大吹开你，哎呦快让我走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Yeah.
去再要多我一鲜花上镜，借鸟托心，滴滴扣扣，悠悠何用？快走吧。老爸，我好冤枉你。冤枉？我从公道当了一时的检察，不知道听了多少冤枉事，见了多少冤枉人。老爸，我有天大的愿望，但不知何时才能送集体身。哦，想不到一个小女子还有天大的愿望，不妨授予我听听。老爸，你听了啊？苏三，你讲啊。
儿，这跟公爵当作见面礼，你唱着奏语吧。多谢弟弟。你给我挪！
混账，岂不要亏杀老本？你不招他，只好用刑；他一当，你就招，他的当也就退了。我要死，要想，要哭。洪洞院内富豪人啊，那不用说，我从公道也不是好人。哎，来，将这个带上。我一句话儿出
问。凡夫书生可曾带到？现在堂口。带上他来。是。凡夫书生上堂。
开书开家是算得，哎，你。
去以花钱，难道你缺的是银子，穿的是银子不成？哎呀，年兄，想那园中自有花费。哎呀，大人啊，你怎么知道他的花费？这上纸上面写的花费。哦，这上纸上写的不是他。自讨的，你兄是此命我去生他的花费。对对对，生生当发。
二府等称用西洋来三八玉莲。哎呀，对呀，黑子间也无天兵，二府等称用西洋来四足有三八玉莲。哎呀，三大人，你啊，为年兄，我是十拿王公子啊。本当不招人，大郎。
正，你怎么越是不问？问呐、他人，莫非你求兵不发？哎呀，神呐、哎呀，神呐、问呐！苏三，你在监中死了几载？在监中死了一女。
太多女人，蜜蜂莲花不离分，到如今花下已谁落，蜜蜂谁去孤影寻。素上，你还不快撤园去？是。年兄，想那岳当成却是冤枉，得等明日自当禀赋此案。禀赋此案，理应是此。太好。要我就当成弟弟的你子，今天就是不服行我到此，老娘也要他的银子拿来。可你倒是十五块随我来吧。
与父亲前来探望，是何在埋伏一段相思？你我二人快来谢寡为大人，请官请。